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我们今天呢，跟你讲故事，就是未来闪电侠的一个故事哦。那在距离现今20年后的 Barry Allen 呢，他呢因为痛失亲友，你知道他的爱人 Iris 挂掉，然后他的那个不侄子还是什么也挂掉 ，Wally 也挂掉，那他就他那时候呢怎么样，伤心欲绝啊，靠个不把塞摘吗？我这台语真不行，靠个不把塞，对。然后呢，他在这过程当中呢，因为神速力啊，就是已经被破坏，然后导致呢，他每一次在用神速力的时候，时间都消耗了多了一些，就但他完全浑然不知啊。那他决定呢，要回到过去去修补一些曾经他没有做到或是失去的东西，比如说他先回去救了他的好友 Iris， 不是好友啊，是他的爱人 Iris， 然后又去到了一个就是他那个犯人，那个你知道很多敌人嘛，那个敌人叫镜子大师，把他丢到他的镜子里，这个、大家听起来有点悬，什么叫丢到镜子里？反正他就是会在镜子里伸缩自如这样。那他就是到了一个会场，然后那个镜子大师呢，本来要把大家呢都给杀，就劫财而已啦，因为都杀掉。反正就是因为他预知会的地震，然后就把镜子大师丢到镜子里，然后镜子全部震碎，他就嗝屁了这样啊、哦。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回到在之前啊、哦，回到之前，然后去找他的一个亦敌亦友的冷冻队长，他已经快嗝屁了，这样在那边跟他谈天啊聊天，但虽然他已经是一个老头，就快嗝屁也不会讲话，躺在病床上。然后之后他去阻止了一些犯罪啊，然后去杀了一些其实他本身是一个不太会杀生的人，但是因为他为了挽救一些事情。所以他痛定思痛，狠下心来杀了，比如说大猩猩古伍德，直接把他脑袋给干爆这样。因为那个大猩猩呢，在那个时代里面，他也是拥有神速力的。那他只要吃谁的脑袋，就会拥有谁的能力这样。然后说最后一战慢慢打，慢慢打，然后打到了再回到了现在，距离现在的7年后，因为他为了抓那个黑闪，对，然后遇到现在的闪电侠，但是他就是跟他打一打，棒，或者红闪就嗝屁了。然后他的侄子沃里就在旁边看到，然后就得到了闪电侠从身体蹦出来的力量。那之后他又再回到了现在，然后又跟遇到现在的闪电侠，他就说如果要让这一切可能恢复正常之类，因为两个闪电侠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个空间里，反正他就是把现在的闪电侠给想要把他干掉。可是这时候呢，这个之前得到神速力的沃里从未来再回到现在，反正很混乱，你知道 ，DC 就是未来、现在、未来、现在，然后啪啪啪啪那，然后打一打呢，就沃里就牺牲了，但是他开启了一个神速力的裂缝，他就把现在的红闪直接丢进去，因为未来闪电侠毕竟是人家多修行20年嘛，对，没道理会打出那个现在才刚开始的闪电侠，就很像你念书念20年，结果考不赢一个只念2个月的人，这很奇怪，所以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正确的，大家知道。所以呢，他打赢现在闪电侠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对，非常非常正确。那啪接啪接，这个时空沙阵就被刷起来，那个时空裂缝啊，对，搭配莫拉刚好讲到这时空裂缝，直接就被打开。那未来闪电侠就把现在闪电侠直接弹进去，丢到了里面的空间去，然后他就到了一个有充满着恐龙的空间，但他不是回到侏罗纪，不是又拍另一部电影，对，他就只是到了一个空间，那空间有很多恐龙这样。那最后呢，反正在里面也有一些被困住的时空旅行者，对，那最后不是最后，反正那些人也是想要把这个现在的红伞 Barry Allen 当做一个祭品了，然后要开启神速力这样，但是最后呢，开启了这个神速力的裂缝，他们也没死，然后红伞呢就又回到了现在啊。那蓝闪呢，就是未来闪电侠，在这过程当中取代了红闪的一个地位，大家都不知道啊，都不知道那个 Iris 都不知道自己男朋友突然老20岁这样，都还可以亲得很火热这样，就是大家好像没什么异状，就你知道一个老了20岁了，然后回来，然后大家都没发现这样，也是怪怪拢叮咚啊，是不是？对，反正最后呢，就是他们为了一起阻止一些事情，那当然最后的这个我们的未来闪电侠也当然是嗝屁啊，就告诉现在的 Barry Allen 说，你要好好做人，知道吗？不要想着去改变过去，对，不要重蹈覆辙。这就是未来闪电侠的一个故事啊。那当然啊、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因为他对于 DC 这个
DC 这个英雄可能 没什么概念，对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就直接上 YouTube 打未来闪电侠的故事。但我个人觉得蛮不错，蛮精彩。这个塔拉，塔拉你想去哪？我直接不理你啦，大招闪电风暴直接开起来，直接开启神速力空间，好不好？愿神速力与你同在。但这闪电侠，我觉得他造型不是最帅，但是我太喜欢闪电侠，所以这个造型我可以接受。就他的特效不是最帅，但就是你知道，未来闪电侠就是闪电侠造型里面很帅的一个。那当然，最近呢 ，DC 的漫威DC 的这个电影的宇宙观也开始开启，比如水行侠要十二月上映啦、然后还有沙赞 Shazam 啊 Shazam 这个在明年吧，明年也会上市。不是上市啊，搞公司对不对？明年也会开。Shazam 就是一个很像类似超人的事，反正也是披风，然后中间有一个闪电的能量符号，但它不是跟闪电侠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哦。对，它就是一个类似拥有超人的能力的一个人哦。那反正那个故事呢，就是一个 Young Boys， 对 ，Young Boys 得到一个老人家的眷顾，他说：“来来来，我这个力我快嗝屁啦。”那因为黑亚当诞生的又是另一个人，这个黑亚当诞生，然后他要再找，赶快找出一个继承人，只要他喊着 Shazam， 然后他就会变成一个，从一个 Young Boys 变成一个帅气的欧巴，对，还不错吧？然后拥有一些超能力，打击犯罪啊，这样，那设定起来看起来跟那个超人是很像。那其实 Shazam 跟超人为什么那么像？原因是因为他们这边直接闪电风暴就开起来，他们两个本来就不是隶属于都是 DC 的，他是另一个漫画，但是在大概1919多少年，这塔拉直接杀两只，我操，吓死了。对啊，1940年吧，反正也是另一个漫画。那他们就做了一个 Shazam 的一个这个样本，那DC 发现跟他们超人实在是太像，所以有提告，但提告输了，但是最后那个漫画倒闭了，直接把斗笠摘帽一蹶不振，人家骷髅哥背起来，他就倒了，就站不起来了。对，你看像漫威原本要把东西东卖西卖，哪知道随便拍个电影，全部又复活了。对，然后就把一些版权收购回来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漫威啊？对，然后反正 DC 就把 Shazam 这个角色给买下来，然后稍微的重置了一下他的故事。对，没错，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，但是还没上映，所以你想看，也没得看啊，好不好？也没得看，没办法。那这个对这个阵容啊，对方呢坦克的阵容很烦哦，对方有三坦，你知道吗？但我们只要处理掉后面的菲尼克跟那个谁啊，那个恶作剧之王，那叫奇尔，不是奇尔，索尔弟弟，我突然忘记叫什么啊、那个 Loki 啊，对，洛基，哈。这边我们抓一下菲尼克，好吧，我们抓一下。OK， 来，他脚的位置，我们大刀直接旋起来，好，旋转跳跃啊！我开着眼，睁着眼，这个战念，叭叭叭叭叭棒，叭棒叭棒啊！这个，对方法师想作怪，他马上交一个闪现，没关系，我们回头打着战尼尔 ，OK 的。那他直接抓住我们的莫拉，啊、不是莫拉啊，对，是莫拉还是艾里尔，忘了。那这边的话，莫拉直接大杀特杀，最后倒地不起。直接倒在血泊当中，人头在地上滚啊滚，滚啊滚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波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直接打，因为现在对方只剩下一个，已经复活，但这个塔应该可以打爆，快速打爆，好不好？快速打爆，这菲尼克凶他一下，好不好？凶他一下啊！完了，我怕，我来的时候发现大哥我错了，因为如果我刚刚进去不赶快开大招的话，我会直接被抓起来，你知道，当众抓起来，我就直接破盖了，所以就没办法。那这个塔拉就是在戏虐他一下，多少 poke 一下。那对方好强势啊！这个夸克不成功变成人，他直接成人啊，直接在投胎了吗？哇，他死了，他这个为国捐躯，我看也是非常非常的泪流满面呐、泪流满面呐、太感人了。这夸克直接为大家牺牲奉献，好不好？那这一套装备呢，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啊！我们有一点坦度，有点攻击力。我们看到了这个、Fennec， 我们来把他的位逼出来，好不好？完了，我错了，不好意思 ，sorry bro， 我刚刚应该一进来先开大招了，我不应该贪图那个二技能的伤害。这应该就是看到马上走，或是进来马上走。我直接被抓起来，我傻眼，我傻猫，我傻，我懵逼啦。那这艾里呢？直接从后方做一个突击哦。那可以看到我们莫拉，莫拉扣集合，他莫拉一个人在扣集合啊。
那对方呢想要回去，但我们队友呢直接帮助我们的莫拉去抵挡对方想要回去的这个冲动。那对方塔拉过来，两只过来还是挡不住莫拉的拆塔，直接莫拉倒在那边，但是塔刚好蹦下卡拉卡。我们非常非常感恩莫拉的一个付出，这个伟大的一个节操，一个情操实在是 perfect。但是 MVP 还是我的啊，不好意思，对，就是这样，不好意思啊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 MVP 还是我的啊，你已经很棒 ，perfect。好的，那这部影片我们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点一下 YouTube 频道，也可以到了 Facebook 帮忙按赞 ，Instagram 也可以帮我追踪一下。那么就 Yosh， 愿神助力，与你同在，下部影片再见面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